第十九题，下列物质所具有的特质，何者属于化学性质？我们知道，物理性质就是指跟本身有关的性质，借由测量、观察就能够知道的性质。化学性质就是发生化学变化的性质，跟它会不会产生新物质、如何产生新物质有关的性质，叫做化学性质。A，酒精具有挥发性，挥发性是从所谓的液态变成气态，那么这个是三态变化，是物理变化，所以这是物理性质。B，木炭具有可燃性，可燃性是燃烧，燃烧是氧化，要跟我们的氧作用产生新物质，所以这个是化学性质。C，金的密度大于铜，密度是根据体积跟质量算出来的，体积跟质量都是借由测量就能够知道的，所以密度也是物理性质。猪。橡皮筋具有弹性，有弹性的时候拉一拉会恢复成原状，但是物质没有发生改变，所以呢也是一种物理性质。因此第十九题问我们说何者属于化学性质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木炭具有可燃性。